无前例。证券日报头版刊登关于这本书的文章，华人巴菲特唐美珍成功投资秘籍大解密，引起更大轰动，上百家媒体在一夜之间转载。人们对于唐美珍的成功经验和其多年在海外表现出华人的特殊智慧表现极大的兴趣，网上几十家书店同时售书，唐美珍所到之处都引起轰动，出现签名售书的热烈场面。我的巴菲特财富之路一书在中国市场日益畅销，该书的第二版50,000册已于近日投放市场，行家预计将每年发行100万册，极可能成为最畅销书目之一。拥有一本《我的巴菲特财富之路》，改变困扰自己混沌理念，揭示唐美珍成功秘密，打开自己通往财富之路的捷径。让每一个人都富有，《我的巴菲特财富之路》。